在2010年一個偶然的情況之下，我就加入了電車公司做司機。那時在街上就見到很多新鮮刺激的東西，令到很大開眼界的。後期公司就另聘一些不同的職位，我也都嘗試，很多隻公司給我這個機會，做了不同種類的工作。在2013年的時候，還在這間公司認識了一個同事，發展了一段感情的。在今年的年中，我們還結了婚。婚後我們一起做事，就更加融洽，更加有默契，所以很開心。